안녕, 민경입니다. 今天呢，我请到两位很好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拍美妆影片。今天的美妆影片呢，主题是大学生都用什么产品？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子杰，他是鸡鸡。先讲一下，因为鸡鸡刚刚有点北蓝，他先上了底妆。我忘记了。那我要先擦底妆前乳。那我使用的是 Poulsen 的底妆前乳。我是底妆前乳加防晒，那我用的是 Mika Forever 的 Primer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然后这里就会上那个音乐，对不对？那个音乐。静音，然后上那个背景音乐。不会啊。对，不会啊。防晒一定要上足上来，不然会晒黑。那我使用的是 Clear 的遮瑕液。我上底妆之前比较习惯先把黑眼圈遮住破皮。请问你们今天要画一个什么风格啊？没有风格。你每天那么清淡的，然后紫梦姐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长了一个大痘痘。敢不敢拿对方的眼影，然后帮人家配色？不要。我用了他们买给我的粉底液，兰蔻。你们买最白的？不是，那是。黄调的最白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上在脸上。那我也是用兰蔻的 B202，然后我是用詹斯顿美妆蛋。我哪有宿醉啊？喝那一点点，然后就宿醉，两杯啤酒。你这就是说，我好晕哦。Naturally Purple 的。修容，怎样？刚起床，脑袋有点不清晰。你每天都要不清晰，比你还清晰。闭嘴。哦，那我要开始画我的眉毛。你帮我画眉毛？不要啊，没空。你们用的是罗拉密斯 ，Edge House 的眉粉。会不会我画完眉毛，你还没画完呢、啊？会啊，我画眉毛画完。很久没化妆，很生疏呢。我要上染眉膏，有好十大支的，这是二号。我今天用了 Misha 的眼影盘，因为我发色换了，设计师建议我也换一个眼影。反正我今天就是要画一个大地色的概念。我现在上修容，修容是 Poulsen 的 BR02 号。我们原本9点半起来，然后结果现在11:39。OK， 来上眼妆。眼影呢，先用 Kimi， 然后先用这个最浅上的底 ，Pop 西瓜牌。好吧，我今天用一个西瓜牌的感觉。Wow！ 我要来画眼线，我使用的是 Innisfree 的35号。脸上好多汗毛哦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的另一半的脸上有汗毛，你们会很崩溃。为什么？那脸靠近你的脸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吃到啊。Clear 的睫毛夹，可以对抗时的睫毛定型液。我现在化妆速度变超快，重点是我现在不用用头发。OK， 要来夹睫毛了。睫毛夹用的是资生堂。我要来擦橘色的腮红了 ，Misha 的，这是 Mega 送我的。为什么？谢谢老师。佩佩拉的口红，然后跟 Clear 的口红。睫毛膏也是 Etude House 的小斑马。我画完了。现在来上腮红 ，All Pure 粉色盒子是偏橘，你就要上眼线吗？当然要啊。粉色打底是 Clear 的高跟鞋，8号就对了。啊，我还是画错，我生气了。All Pure 的吗？是吗 ？All Pure 应该吧。All Pure 的。哈哈，我没有带腮红刷。哈哈，点在这里面，创造一个咬唇妆的感觉。好了，我们都已经化好妆了。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是跟大家讲说，大学生现在都用什么商品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下赞、订阅加分享，耶！拜拜。